在家呢，姐夫。妈，你干啥来了，老妹儿啊？你姐夫，你靠这啥？手啊。啊，这个最近这个手头有点紧，那个你借点钱呗。你哪老借钱呢？没有，这不是开春了吗？那个没有钱买苞米种了，你家人都种上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就你这么种地，我都得扔，都连成六月份了。你就别甭管那些，你借我点就行，我也不多借，借5000块钱就行。搁哪玩呢？咋了？那你家那一亩半地，你种地你要花5000块钱？这个还有别的呢，啊，什么人工啊，是不是？那包地一场地才8000多块钱，你这一亩地，咱说你这种地也花5000呢。你别管那些了，你借我就完了呗，姐夫。借不了。我还你又不是不还，你说。说实话，你到底要干啥？那个，啥事啊？我这不寻思换季了吗？买点衣服，买点包啥的。你说买衣服买包得了呗？啊，那你就能借我了。嗯呐。你拿来吧。先给你出道题，能砸上借。不是又出题呢？要借不借？借，出题。说，借啥不用还？我管你借钱。从来没还过，是不是？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哈、哦。不对呀、啊，啊，那个借衣服不用还。你这衣服为啥不还呢？那我穿都穿了，再给人不要了。谁不要啊？都得要啊。借卫生纸不用还。哎，我说上去上厕所借卫生纸，从来没还过。不对。那借啥不用还呢？借光。借光。左道靠边，让我过去。这个呀，那个，要不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不拉倒吧，我困，想睡觉。睡，回家吧，睡。你借我，你等着。等着。死出去，现在瞅你穿的，你敢坐着。